现在现场的朋友也将你们的视线放到我们的入口处哈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的一对新人入戏仪式即将要开始了，掌声来欢迎。都不用做，只是你们掌声响起就好。谢谢我们的伴郎伴娘，然后也谢谢我们一对新人为今晚的喜宴别出心裁，很有心思。放在我们前面那边呢，前面的掌声来。爸爸牵住我们的新娘子，对了，掌声来。掌声来欢呼一对新人，然后在这个时间 OK， 谢谢我们的新岳父了哈。然后在这个时间，新岳父有小小东西要问一问你，哎 OK OK， 在这个时间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的新郎哥说一说？文明，我现在把我的女儿交给你，你好好对待她。掌声来好不好？然后我问一问我们的新郎哥，能做到吗？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再来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见证我们新郎哥对新娘子以及我们的新岳父的一个承诺。然后在这个时间，将我们的时间交给一对新人即将为大家进行的入席的仪式，掌声来欢迎。掌声来送给我们的文明以及君慧。送下
让你们掌声一起来欢迎一对新人上到台上来。掌声再加你们的尖叫声好不好？祝福一对新人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然后在这个时间，我将我的麦交给我们的一对新人的文明以及我的俊辉。接下来时间，他要致上这个 welcome speech 的，掌声来欢迎。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能来光临我们的婚礼，给我们的婚礼增加了很多色彩，在这里先感谢大家。可以吗？帅哥，要说吗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婚礼。今天在座的朋友有来自上海的、台湾的，还有马来西亚，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OK， 谢谢我们一对新人简单的这个 welcome speech， 然后在这个时间再送上你们全场的掌声好不好？祝福一对新人，然后有请我们一对新人以及我们的伴郎伴娘可以就坐，谢谢你们，慢慢来，有请。